要 PK 变成 PK 赛吗？坏戏吧。哎呀，所以我才可以，哪有人这样子的？你要拿出你，男人就应该要说不行吗？男人应该不能说吧？要拿出你的志气来，不可以因为决定会输就不 PK 啊。啊，可是我就绝对会输啊。对不对？干嘛啦？他可以虚晃一枪哎。可以啦。他假装要下去。对啊。虚晃一招。一枪。还给我一招。你压前面呢？他现在重量在前面。这样压。啊。哦，有点。哦，我懂，我懂，我懂。哦，他有开爪具。这一招怎么样啊？是我教你的耶。不是，是吗？哦，好好，谢谢。不是我说的吗？谢谢你，谢谢。那你要夹蜡笔小新吗？等一下，我看看这个，这也是蜡笔小新吗？吗？蜡笔小新、啊哦。牛奶糖还不错。我要喝。好啊，那我要。你拉得到吗？我可以啊。我说拉。不用拉、哦，不行。好。哎，不行啊，我不要等。好掉。好，我把它拉起来。它前面太空了啦。可是我就觉得它可以拉起来。等一下。哦，不要啦。是六十，六十块了啦。而且你前面投了40块。这样你有。前面投了20块。6+2=8，他就受不了重量，就两个一起掉，这样。80块哇，白富本东。哎、欸。他直接抓不起来。算了。哎、欸，你都快保夹嘞，差30。好啦好啦，30快保夹了。要不要做一下？给你喝。啊，做一下的话嘛。碰都碰不到，那算了。有点，做的话我会，你会变笨。不是吧？我会把这个弄下来先，看看。你会变笨？没有哎。保家乐。保家乐。期待做做看哦！我就说了80块瓦白骨本东。嗯，它看起来很有力，但事实上呢？那是因为很重好吗？你又没瞄准。好吧，那我就夹了，不浪费时间。